大家好，这两天豪头妹子不在家，我在我们家这两天把苹果摘完了，现在赶着时间把这个土豆挖了。这才是个大鳐鱼啊！你看这鱼啊，这才是个大鳐鱼啊！鳐鱼几个意思就叫？土豆。啥？土豆、马铃薯。还有啥？鱼。土豆、马铃薯，还有啥名字？鳐鱼。哦，鳐鱼。以后。我得。家里的鳐鱼也种的不多，就是自己家吃的一些，今天挖一下差不多就挖完了。来，回去换一换吧。哎呀，记住后面啊，哥。我没有，没见过。什么颜色的？绿色、黄色。嘴巴呢？黑花呀。眼睛呢？你眼睛几双？是你双？是你啊？还是你啊？有公公了，这黑花的。别叫我动。啊？哦呦。动了。哎呀，这一块鳐鱼挖完了，现在我们挑一下，把大写的装袋。这是车了。啊，是车了吗？这是农药的，就拱一拱。哇，这就还给我抢。那挑一些吧，大的装袋拉回家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拍到这，朋友们再见。